哎呀，打个那鱼可挺烦呐。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真的，这剑圣在这韩服不一定会狠，因为他们都不咋拼。불가능하겠소. 他们不拼吧，剑圣就没人头，剑圣没人头，捡不着人头，剑圣就完，剑圣就不厉害。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而且那鳄鱼上来不一定能跟我们打，我估计。자만심해눈이멀지않도록하시오뭘쓰고있는거냐고돋보기라네那你还选剑圣？那不行，一共就这么两个半英雄，咱也不想玩猴，我就寻思随便给你们来点吧。哎，看着个剑圣，先选个剑圣，试试看吧。看看这鳄鱼什么个情况，直接上来抓！这是个甲鱼。带的传送。跟他打一下，然后让他退线，知道吧？回家，这个兵经验能吃到就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个鳄鱼的控兵线。他别管他们玩的好不好，他们知道兵线，你知道吧？像这波他如果推，那我们是赚的；他如果不推，那我们就是有点亏的。我相当于杀他等于白杀，我就一共就杀了他300块钱，一共就拿了他300块，400块，因为我是一血。先打他个孩子。哎呦！没事，那螳螂没有翼了。这波我可以把兵线推过去。来，我操，这个、都能踹着！这什么玩意儿呢啊！相位猛冲螳螂，진정한대가는평생배우는법이요못보셨어没抠着这个鳄鱼。20个兵，我们5个兵。给蛤蚱打个信号，看看那蛤蚱帮不帮我们忙啊？这一波呢，等这个兵快死了，哎，唰一个 Q， 还能打他个骸骨。他敢双段一上来，我们就跟他打。但是他跑，这也没啥办法。念个咒，念咒的时候别被他发现了，别让他上来打我们。我来念个咒。눈이멀지않도록하시오단한번휘둘보군回点血。시작하겠어。
你这个E得重啊，抓抓抓，刀锋的这波杠杆是可以的啊。哎，这他妈手不好使，我听懂了。哎呦你呀，扛劲，扛劲就是万岁的意思啊、哦！我明白了，扛劲。进步的자세가중요하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哎呦你呀，扛劲，思密达！哎呀，加个思密达。가장무서운적은의혹이오。잘보시오。哎呦，这鳄鱼挺吓人呐。我26个兵，他42个兵，有点难玩啊、哦！我得抠他个骸骨先。其实我挺怕他，最好是我能跟他和平法御是最好的。검과몸은哎呦，来死啊！我操！紧呐！진정한대장이신세우는법완벽한일我直接先吃个蓝 buff， 这么秀秀吧。우주령은내안에살아있어。没办法，我们的剑圣现在打的鳄鱼打不过。단한번휘둘뿐。这里头有眼儿，他刚插的眼儿。아픈효를새겼겠어。那鱼回来了，回来了，我们绕一圈。怎么感觉我手残呢？不是我手残，是剑圣手残。这把人头不会太多，我没办法一直单杀这个鳄鱼，只能看打团我们收割。但是这把打团收割也不好收割，那潘森有E，那个阿卡丽有W，鳄鱼能变大有晕，螳螂有R，我只能杀女枪这把。我在控制剑圣啊，那不赖我，主要是剑圣玩的不行。
길을 안내하겠소. 真的余额数挺近。对，抠他一个骸骨。给我呀！你这个我哪好意思？行吧，我说实话，这把蛤子把这个峡谷先锋给我给的特别好，他把这峡谷给我了，我应该就直接能解放自己啊！我只要把我自己解放了。就剩一层打皮了，这个鳄鱼他只要没办法跟我对线了，这把我们就能直接起飞。哎呀，只要我们解放了，游戏就结束，因为马上我巨下路就能杀五六个，游戏结束。신정한대가는평생배우는법이요蛤子应该不需要蓝 buff 吧？这明显这蓝 buff 是要给我呀。来来来来来，野区干一波，直接打。漂亮，好，剑圣什么都拿，这波去下路。韩神女枪，我估计这位置可能有眼儿，直接拆下塔吧。来，锤石可以来。勾他没用了。点灯笼。踢他，让他放烟儿。好，嘿，闪现，我一刀，两刀，捡灯笼。拆中，一刀，哎呦，差点死了，还好。
ZHW is God 是什么意思？这你们都不明白呀、啊、？ZHW 是名字，比如说菲克、兰利汉、一只 God，God 什么意思啊 ？God 考考你们。진정한대가는평생배우는법이오神呢、啊、那你嘎的那就是 ZHW 是神 ZHW 可能是힘보다자세가중요하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一会儿再说，我给你一刀。CHW 呢，可能是张惠王，无所谓了，爱谁是谁吧。指环王啊，指环王，那鱼发育的不错呀。那鱼发育的真是不错。其实可以直接上高地，你们冲我收割，上。游戏结束，我给你一刀。他们家还剩个什么？剩个女枪。哎呦啊，你给我出来了，你已经孤立无援了。不投的话我们去上路。집중하면바위도뚫는게마음이오완벽한일이韩服真无聊，都不打架了。他这个主要是看每个地方的风格，它不一样。힘보다자세가중요하오啊，你挺骚啊！不过这鳄鱼是真不好打，鳄鱼这玩意儿很难打。一刀。
这是真不投降啊！我发现了。世界未亡，死不投降。我是冷小猴。